好，第二届的福尔摩沙国际管风琴艺术节，音乐家于小怡她特别委托了留美作曲家徐子晴创作了《灵感台湾》这首新曲子。好，刚刚你听到的这一首新曲子《灵感台湾》融合了管风琴、打击，还有小提琴、大提琴以及萨克斯风，它描绘出台湾新生代如何透过音乐传达他们对生命的看法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